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秒妈妈。我们家小韩这两天下乡去了，在我们临沂周围，然后考察什么厂子还是啥的，天天早出晚归的。今天是第二天了，昨天回来的比较早，9点半就回来了。今天都快10点了还没有回来，也联系不上他了。他一出差就是散养的，电话也关机，是吧？打电话也不接，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。昨天我们等着他回来睡的觉。然后今天就不等他了，因为小孩明天还得上学，我要先哄他们去睡觉，对，给他留一盏灯就行了。走，走，妹妹，可心，爸爸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看冰箱。又饿了是不是？那吃个小面包吧，我给你拿个面包吃。不看冰箱了，对，拿吃一个吧，吃一个。晚上吃多了不消化，快吃，吃完了我们要去睡觉了。我打开，你打开啊。嗯，好，把地上的玩具收一收，快，对，收拾干净，收拾干净。明天我们先上床睡觉，不等爸爸了，好不好吃？是。以后晚饭要多吃，知道吧？知道。你等睡觉的时候来点宵夜。嗯。你看看肚子，嗯，今天的肚子不是很大，吃吧。嗯，吃完了多喝水啊。你也吃一个啊。好，你好好吃东西。坐着吃，站着吃累了。不搭理他，没个人样的。对嘛，好好吃，吃东西的时候安安静静的，吃有吃相，坐有坐样。你看，你看，又趴下了，真的是什么东西？不是个东西。吃完了，好，可心呢？可心喝完了吗？可心也喝完了，走吧，去睡觉了。今天爸爸没回来，你在这个房间。在这房间。对，你今天爸爸不在，你陪哥哥在这个房间里睡觉，好吧？上床。开着灯，好，开心啊，你陪哥哥在这睡哈。嗯。妈妈去那个房间里睡，把被子打开，给妹妹盖好它。我们不要盖，我都洗了。盖个被子。我在这儿，妹摔倒了。嗯，行。来。不用盖被子啊。嗯，我们俩还是舒服。好，那我。我还想。你好了，我给你盖上。好，盖这个。来，睡觉吧。嗯，睡觉吧哈，不要说话。嗯。陪着哥哥做个伴儿。我走了哈，拜拜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小韩出差回来了，睡觉了呀？今天怎么睡这么早了都？出差半夜回家，媳妇儿这是给我留灯了，准备给媳妇儿个惊喜。睡着了？看看他看到我什么反应。干嘛？是我。你干什么？你干嘛？你打我干嘛？你刚才干什么了？没干嘛。你亲我了一下子是吗？没亲啊。那我怎么？我中途就……谁？你干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。刚回来。刚回来你不睡觉，你在吓唬我。刚回来我看你睡着了，可心呢？可心在那个屋陪韩雨辰睡觉呢。怎么了？上那屋干嘛？你不回来，他不害怕吗？我说他俩一块儿做个伴儿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大半夜的回来，你吓死个人！你真的是你有毛病啊！我想给你个惊喜。惊喜个屁！惊喜，睡睡着觉，突然间多了个人，惊喜。多了个人是别人吗？你好歹看清楚啊！睡着了，谁知道是谁？先揍上再说。我下次我这里我得放点防身的道具。人家啊，她、哦、老公在外面出差回来，都给老婆惊喜。你到底在外面？你这就是惊吓。我什么惊吓？我长得这么吓人吗？快点哥，下去洗澡去。你打我，你还打我？别睡了，睡什么睡？我今天出差一天，我饭都没吃。出来，给我做饭。你就是个吃货。